来加油加油！喂 ，Crew Battle 现在是艾克打这个艾克史蒂夫，对，先是这个不是爱丽丝吗？艾利克斯，对，艾利克斯。哎呦哎呦，开局也是先四十。有空一个抓，对，史蒂夫平摊带着上臂破万法。哦，继续扔矿车。看这边艾克的手边怎么说？横踢被 parry， 但是连段有失误，上臂凹出来怎么办？啊，哎呀，四臂小屋。先挖还是连段，哦，没有，王臂空位拦下来，哦，哦，哦，哎呀，啊，走了半天一个 DA 带走，朴实无华的击杀，啊，令人意想不到啊，哎呀，左右横过。啊，压力来到了小可乐这边，看看他想熬个上 S， 但是不行，四十七没怎么堆伤害，两刀四十九了，怎么办？相杀，打回来怎么杀？热神怎么办？哎呦，先挖，横臂直接自闭做矿车，哎呦呦呦呦，哎，哎有点急，有点急，有点急，那人怎么办？哎呦，没刀了。好兄弟，拳脚绝了，拳脚史蒂夫啊 ，DA 先出去，怎么办？上臂 ，OK，OK， 哎呦呦，哦，这个空 A 上踢啊，空 A 空上，不是下踢空上吗？空 A 吧，下踢，好。啊，自闭小屋，哎，自闭小屋，哎呦哎呦，你顾不及，你挖，先给你挖三分钟，好吧？先给你挖三分钟。哎呦，看史蒂夫能不能拿个击杀？哎呦，哎呦，哎呦，落地瘦身都不瘦了。艾克频繁在他天上频繁输出，就是空安。哎呦。在你脸上输出怎么办？哦，很努力，但没有拿到一条命，还啊，三十五，努力在挖矿了，很努力在挖矿了。哎呦，这什么？哎、看起来不错啊，看起来不，其实没什么用啊。对，哎呦，哎呦，哎呦，骗了一个头出来怎么办？哎呦，六十二，这个位置可能暴毙啊！哦，不会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想法很好啊，想法很好。这个身上的资源已经空了，所以他回去自闭了。为什么挖了那么久还没资源？这就很令人疑惑啊！横臂，还没出去，还没死。哎，好，掏出了钻石剑，这一刀能不能先死的漂亮？终于撞死了，终于拿一条命。漂亮，反向的 A B C 连段，哎呦，想投有点贪。四十一，怎么说？哎呦，接着啊，接着开车，哎呦，哎呦，这个空下先有铁就是自豪啊。哎呀，这边横臂105，这个手边怎么说？比放多比什么都好。哦，更好漂亮，这个更好漂亮。但是这个车还是撞到了，继续自闭。哎，尼姑拿出镜子了。哎呦，空下怼在了空上上。哦，还是任性啊。哎呀，哎呀，哎呀，我改一下名字啊，兄弟们。どうして俺の前に立った？天赐不是左边，这就是亲，右边是亲，大子房也没错啊。右边是努努吧，就这样吧，算了吧。我待会儿咱们就改一个左边名，不是分都行。21、23。哎呀，还行啊。这个开局 Team 努先是一条命拿掉了，死了三条命。完了，我一条命好样的。哎呀。尼姑已经猖狂起来了，这个弹幕出现素质啊，这李荣祥。李
龙翔，龙翔，注意一下素质。有人开始说了啊，这素质这玩意儿差，素质极差，素质极差。丢人玩意儿啊！丢人玩意儿，怎么办呢？把带走！哎呀，你刚才说的 from next，OK，Let's go Flappy，OK，OK，这边我来坐这儿，改错了，不好意思。他上位没有？他上位了吗？看到了，司机就去解说了。我坐这儿休息休息，顺便解说。没错。啊！我就他妈黑家人。他 Joker 吗？不是。我以为你要选择药系故事。嗯。X 搜了。白剑。嗯嗯嗯。尼勾记得自杀啊，尼勾。啊，是。哦，贝雷斯，尼勾记得自杀。这边冰卫老师选贝雷斯出战。尼勾这边先是。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Nico. SD. OK. It's ISD. 还有一个吗？ Three, two, one, go. OK, 开始。PS 二张图怎么说？开一局，艾克先是空完空号。Oh wait. Oh no. Oh. So many nairs. Super many nairs. 哦，艾克打得有点凶啊。空完。哎呦。空杀，频繁的空着，哦呦，横踢打出去，这边已经是0-76，八十五。看着这个手边，好 DA。哦，哎呦，蹲，这个打盾会很痛吗？这个打盾可以省的，但是它会很会碎盾吗？如果蹲太久的话，可不会碎。这个具体我也不知道，刚才那个盾量感觉可能还是顺不了。哦，但是这个，这 DI 有问题吧？这个应该是，空恩打到，哦，空上上踢漂亮，哦，空恩空上，哎呦，尼古凶啊，空上继续，好，这个手边怎么说？空前，尼古竟然没上 B 也可以。哦，打盾没有惩罚，怎么办？怎么说？艾克先拉开，先看。哦呦，但是空恩。哦，漂亮，横踢，这个瘦身。哦，空上，危险！哦呦！你不要认真了。哎呦，还是艾克可以，我操。确实啊。空恩漂亮，人断出很多。不过艾克打的还是比较安全。对。这个空招还有这个距离卡的对，确实有点难受。魏老师，这个速度一慢起来，他想接近的话也不好接。哎呀，关键这几个 T 手还没有艾克长，但是这个空前漂亮，漂亮。He's gonna full hop there. That's all he does. See, look, full hop there. 空恩出来。I'll see the next one as well. Full hop there. 空恩空前56 DA 74，要来了吗？要来了吗？先投，确实，贝老师，拜普斯一直在说让冰飞一直空恩，其实贝老师空恩打耐克还是很好的，艾克没办法去了，对。对贝老师，这个空恩他这个多段数最后一段打下来，其实感觉空招都很难吃吧？对于手人，你除非你习惯那个节奏了，还是哦，但是这个漂亮，这个方阵，这个方阵确实有点帅啊！我操，尼古 MVP 了，尼古先穿两位，可以啊，尼古 MVP 了，可以，我操。I'm like thinking about your words. Yeah, can't react too much.对，你该多空恩。对对对，我在想。就你近身一直空恩，他也没说的，他没有啥办法。哎，但是我这个反应不过来，我该做什么？好了，有
哎呀，开始来惩罚，这给尼姑装到了，在座各位都有责任。We need a run. Our team is in shambles. Do not, yeah, don't start. Are you sure?Wait, I can just pick, right? Yeah. Anywhere. Brinstar Dead. Obviously, Brinstar Dead. Brinstar, okay, yeah. So we're going... Duck Hunt stage? No, Pokeflips. Yeah, well, DK favorite. Okay, brother. Name, Nigo. Got it? Come on! Okay, this side, Team Bass is the third player. Nigo has still one life. First, suicide. You are bad. Yeah, I actually. Right, what,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再来一次，再来一次。OK， 好 ，three。Nigo 还没死。One, go. OK， 开始。先投到空恩。Send him home. Oh my god, fucking. 哦，大跳的空恩。这样，这边先接近。哦，来了，经典上臂。哦，好漂亮！这个空翻打到安全的空闪，哦哦，不敢动。这个距离有点难受，队长不敢动。LG 已经是八十七，看看能不能再拿一条命。一股这个，但是落在板上的横臂，直接后头抓边要上臂了吗？果然啊，但是没有确保，没有反应过来。Oops！ 上帝！哎呦，尼古已经疯了，状态已经开始拉起来了。但是这个上帝出盾还没死，一百二十六。这个手边怎么说能拿到吗？上帝还是没有被缺法吗？哦，这个是缺法，难受。呜！哦，漂亮的空闪，但是空恩打到这个落地怎么抓？哦！漂亮啊！这个骗出空闪之后，横劈直接带走，但是上臂会死吗？还没有，一五零，怎么办？怎么办？漂亮 ！Nice， 可以了，你可以，可以，可以，可以。Oh, I only took seven stones. Oh, fucking you! 尼姑单人占了七条命，非常的 nice 啊！行，但是说小可乐了。谁啊？谁？想什么？想李。阿晶，你在偷听我们队谈话吗？这有啥可偷听的？间谍，我操，间谍精。看看这边 Team No 第二位。怎么说？OK， 看来是 Joy Boy 他的西施会。Lovers Core，Where's the Kugaroo？ 来了，伊莎贝拉。OK， 好，任天村。You need to get called a hometown home turf advantage, bro. That until turn off your controller. That until destroys the planet. Oh, hey, oh, that's me. Hi, yo. Captain Funko. Enjoy the boy bees this year. Oh my god. OK， 这边西施会队长，队长两条命。
just literally down tilt his rocket and he'll crash. And then that's it, you guys. Oh wait, you can set up a rocket. Oh, yeah. I blew up. Okay, ready? Okay. Three, okay. Two, one. No, let's go. 好，这个真是队长前冲想接近，但是是会开局，先是埋地雷。主要看队长怎么处理，是不是这里？好，但这边射身没有成功，地雷惩罚出去，这边选用狂币，持续的钓鱼。是，因为下面有个地，对，地雷不好去接近。He's got slingshot there. Slingshot. Oh, one more. Oh, 他这个没有选择后头啊，对，撞上了这个横壁往上。哦。哦哦，上头想去接那个炸弹。哎呦！哦，来。啊，空位带走了吗？哎呦！机会先拿一条命。OK。怎么办？非常想摸这个空前的甜点去找伊莎，但是对这个位置炸弹非常很难去接近，怎么办？要不要用那招？毕业打盾，也持续的这个吸回压盾，但是这边，哦哟，这个有点大意的这个位置，其实会先前头出去钓竿，没钓到。哦，不敢松盾，等他回来的时候。怎么办 ？DA OK。哎呦，想直接远，怎么办？空前埋地雷，怎么打出去？哎呦，哎呦，但是，这个漂亮。哎呀。OK， 西辉又是一条命，打掉了。我妈要几个？是吧？啊？咱们一波的。我年底说了。啊，你也是哪波的？啊，那我也努力。解说席都是努力这波的，已经了。谁的主场不用多说了吧？他不是已经没了吗？哈哈哈哈哈！为啥为什么尼姑这位二这位二了，名留青史了，兄弟们。那不是你啊 ！OK， 帕索尔的这边 Team Vaps， 一位耀西选手，耀西，耀西对阵西施惠。OK OK， we'll agree to something。OK, 3, 2, 1, go! OK, 看这两条命，先埋个地雷。哦，耀西还是直接开远的接近，只是空下想去摸，想去埋雷，想去排雷。对，但是没排到。对，这个雷，哦呦，漂亮，还是有对策的。一般下 T 都可以去。对，但是这个是不是回能回得来？哦，这个二弹跳已经一百了。对，但蓝比已经比较危险了，106，看看怎么说。这个位置空温应该会死了。又掉，哎呀，这次回来慢了。哦，嗯，这个后头死了吗？后头倒死不了，他后头击杀还好。OK。但是他刚才应该选择后手，对，后手好手边。哦，但是空前，拿来155了，这个炸弹，哎呦！再掉一次，对，但是想去拦，怎么拦？哦，哎呦，漂亮！这个没有，这个空位没受伤啊，160，看看能不能先把这条命拿下来。耀西很重，对，耀西很重，但是空位还是空后，我没看清。空温没跳了，但是有气球先回来，持续的空上。耀西这个空上确实很厉害，先把雷排了。其实我还是想先离开，找机会去埋雷，但是哎呦漂亮！哦，空上102，危险那个。哦，这个钓竿想钓反面点失误了，这有点着急。着急的手边怎么说？好，空上，
怎么说？幺幺五这位置，空下先排雷。哦，横 S， 哦，好香啊！那个空下碎盾，有点帅呀、啊。这样吗？哦 ，OK。所以那个有发的。这边帕索尔是一条命，先换掉机会两条。一条命都干不下去啊！来了，药神。我不是药神。药。这是药神，我不是药神。哦，这是下币吗？下一位空下。这不是我播的吗？不是。我不是你们播的，我是努努不能播的。你们播有阿晶，大晶子，龟龟晶。我超要。哎呀，喜欢选这个图啊，小月啊。这个帮对面选择了自己的老家，你还想上啊？红下轮角那个 OK， 记住了。你选图啊，小袁？他要去写放首歌。哦哦哦，放首歌。不，你直接选就行。OK。OK， 还是 F Story。OK， 自信，加油，自信的年轻人，来，怎么说？加油！对，记得跳楼啊，小子。OK， 这边是想要对 Password 的光彦和耀西，老司机身为专业光彦，这个对局怎么说？嗯，感觉光彦应该也挺好的。但就看那个耀西反不反回场。OK， XYY， OK， 3 2 1 OK， 来看这一局，开局也是非常接近下头。刚才空下其实可以直接跟一个抓，或者可以直接连断。对，耀西下不来就很难看。哦，可以。其实不用那么着急换。哦呦，哦呦，耀西打得有点凶啊，小耀耀。对，这边耀西已经是107的百分比，这个位置可能会死，但是空前。哦呦，漂亮，有点帅啊，有点帅，年轻人生气了，耀西有点上头了。对 ，OK， 看看能不能。保持这样优势，哇！哦呦，漂亮 ！DLC power， 你看你还是我摸的，漂亮！空后，想接着去追，哎，怎么说？空持续的这个缓冲空招，耀西有点想，耀西想接近，但是，哎，先赌一个手伸，81这个位置，哦呦，有点贪，有点贪，哎，有点贪。哎呦！哦，那个，转账停一下，转账。其实现在优势可以不着急。对，不要急，翻过上回来。不着急那么去赌，一刀一刀砍就行。哦，漂亮的横劈！他现在没有跳了，怎么办？但是哦，漂亮的下臂。哦哦哦哦，急！哦。哦呦！真的！见的这个范围太大，太大了。这个也主要是耀西自己没有小心去想去追这一下，没想到这个康业直接那个空下回来了。可以。自己自杀了一条命。按键就好了。啊，行，我用你按键。OK， 这个是12。阿晶，你们再不上没人了，阿晶。这边 Team Bass 仅剩四位。已经是过半了，他们命中。你有键位吗？哦，没有。那你习惯了 DLC？ 你用过了是吧？用过。那你用了 ？Sorry, I didn't know. 我先用它，我其他的不太熟。
哎呦，死了！按 B 就完事儿。等他一会儿自杀一条命。哦，就是尼狗。他也有尼狗，他用尼狗的，他用尼狗的。OK，OK，、okay. okay, 先自杀。好 ，OK。好，先下蹲，锻炼锻炼身体。哎，漂亮，开始了。好 ，3, 2, 1, go。哇，下地漂亮。可以，可以。索拉挺适合新手的。哦，漂亮，真凶啊这。这个没有惩罚。第三下其实是应急最大的。对。从上拿出去索拉百分比。哦呦，这个位置直接打飞。我操，这小料跟尼姑争 MVP 了，可以。哦，漂亮！上臂先拖出来，但是没有持续的横臂。哦，啊，哎呦！上三，哈哈哈！坏了！哦、oh, no! ，空下上 S， 漂亮的！加油加油加油！子安能不能拿掉一条命？拿掉一命就算成功！哦呦，吓人！漂亮的下臂，我感觉这下臂可能会杀人啊。OK OK， 辅臂也好使。漂亮的辅臂，113，这个百分比七十，127，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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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急不急。哦，是啊，这个没有血板道，58，还算安全吗？漂亮！漂亮，这个下臂直接带走，还有机会拿一条命，可以吗？这个落地怎么抓？空下，还有机会没？漂亮，没有机会。上臂 OK 连吗？横臂，哦，怎么办？小妖太喜欢用空下了，丑陋的击杀，可以可以可以，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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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俩非常漂亮。都吃了三次了，长点。不要，我们再来三局。那也，是不是？也张恒俊，他打就锁了。哎，吉哥们还不上，再不上没人了。哇、哦，来了，来了。嗯，都是锁了。可以兄弟，真的，真的，真的。每次老想从外头去撞边，但是撞上了我就直接。得习惯这东西。好，小妖现在只剩一命了，小妖。加油，干掉一命就算你。当然来了。OK。OK， 好，准备准备上上去了。3, 2, 1, go！ 啊，药神仅剩一命，开局也是还直接接近，根本不慌，持续的摸盾。哎、okay. ，下头空前，好快的变，这么快换？我想提前击杀，好急！漂亮，空后。可以可以可以，这又换回来了。Thunder， 你左边怎么说？哎，自己先出去。漂亮！哦，漂亮的虎臂，这个手边有机会。怎么办？哎呦，不要！硬毒的一个 S 啊！好快的搓，红臂有点贪，先离开。OK。嗯。哦，但是118，机会，机会。看这次手边啊。哦，哦，哦，漂亮，这个头。这个抓可以。对面不太敢动，现在。对，这边圆圆，这边压力。漂亮。好药的，坏了。坏了。
凶起来了，根本不慌，根本不后退。漂亮的上臂回来骗出下臂，没有惩罚 DA 穿盾。哦，漂亮，这个二段跳回来，但是索拉还可以回横臂，横臂，横臂，远，哦，远了还能回，横臂，横臂，再远，哦呦，差一点。漂亮，这个空上毒跳，但是还没死。115这边想击杀的话，应该需要雷。横臂缺法吗？又来不及了。漂亮，一打过去157，这个手边，哦呀，没跳了吧？啊，有点急，可以可以。下一个是。某某，某某，到你了。The robot。Momo. I'm a bit worried about stage, but other than that. Oh. 强啊，药神！可以啊，药神。药神打了几条命条？药神打了三伤。五条？没有吧？六条吧，六条命吧。前面两条，然后那一个三条，索拉一条，你给我打几条命？我操！行啊，行啊！对对对，你想弄不？你给我几条命？我自杀。还是 Rob。OK， Rob 和索拉这边也是七条命的优势啊，蒂姆东，别着急，先不能扔东西，不能扔东西，先冲出去。OK， OK， three, two, one, go。OK， 开局怎么说？提前选择接近，想去摸。索拉先放雷，哦哎呦，暴君先互毒，先互扔啊！两边这个出奇的动作有点一致，扔道具的时候都扔道具，冲抓的时候都冲抓，来，然后去接近，想还是想去投。Thunder 漂亮，但是机器人非常高，角度非常。红文魔盾很安全下 T， 但是被 Jab 抢出来。嘿，看了这个陀螺限制住索拉有点难受，但是这个横臂硬夺。哦，三分球。那索拉还能？去喊吗？好。下头能死不？攻上死不了。哎呦！哦，都不急，都不敢动。D A 打出去，这边78的话想击杀，还是有点大，但是这边，哦呦，冰块能不能硬度 S？ 但是这个空后掩护自己落地。索拉直接撞上去了，后头 ，DA， 哎呦，硬毒的横臂还能回来，没事。下头，攻上，102，怎么杀？还是使用 Thunder。漂亮，漂亮的冲刺盾，骗出了下臂，哦呦，有点帅。哦，这个怎么拦？空后，哎呦，漂亮！这个空闪，哦，索拉想去拦场外，反向的上臂想打，但是这个会被缺板，横臂还没死。红恩魔盾，普罗被抢了。哇、哦哦哦！这个
这个横臂会反弹飞行道具。对，这个，哦呦，没有顿住，没有关系，一五七，但是应该是被雷砸死了。OK， 下头死了吗？漂亮，两根，可惜了，还是可惜。见不到我了，阿晶啊，阿晶啊，阿晶、啊！哎呀，努努，见不到我了，阿晶、啊。见不到了，阿晶。好，龟龟精来塞维罗斯了，龟死。我塞维罗斯好，还是比较好打肉包的。对 ，OK， 原来是八条命的优势，好打啊！那么大，随便你出。Okay, 加金选的吧，哦，选这个样子，自己不容易暴毙什么的。海老师比较高，机器人投你空上不容易击杀。怎么阿金未战先怂啊？阿金，萨菲罗斯，对面只有两条命，阿金。OK， 这边阿金老师先上。好的，猫猫先自杀一条命。OK， three, two, one, go！ 来，维尼老师这边萨菲，好，漂亮，上头空恩，连断，现在36，不掉的空前，哦，萨菲也是比较喜欢跟你拉开距离这种丢道具，他控好距离，其实这些我觉得很难受啊。对，近身的话没有人长，道具也没有人长。哦，这个反应，哦哦，但是这个瘦身，空上没有打全，哦、但是上 S 硬毒，79，哦呦，这个没有被劝返，扣头，这个空号吗？看这个手边，哦呦，漂亮的空号，吃这个空号，人一条命，但是百分比来到60，机器人这边能不能拿到更多的优势呢？哦哦，这要被大惩罚。横臂硬毒，想要惩罚上头空恩空前31。对，这个小男孩也可以。哦，就等你下来。好，漂亮，这个瘦身。哦，前头，漂亮，陀螺先掩护自己回场。行，阿晶打得很不着急啊。哦，下T，哦，空上落地75的话，一个 S 可能会死哦，这个位置。空温下T失去魔盾，哦，下 S 没有被惩罚，还活着吗？没有了，还是没了。先拿，先掉一条命。75这边怎么说？是一个虎臂、哦、空前、哦、漂亮的 Perry、哦、哎呦、哦、这个抓这空中上板时机有些问题，但是没有关系，113空后空前，空前死不了，空后应该会死了。嗯、哦 DA 被惩罚怎么说，空上打盾，哦尝试尝试摸近身，这个陀螺摆在这儿怎么办？有点难受，先回来打到。哦呦！哦呦！哦，下一次想去硬毒，空上了打盾 ，DA 还没死，140。哎呦，想用补兵法上尸！哎呦、这个没有炸到甜点，像刚才那个。哦呦，这个爆炸范围很大。对，哦，上 S 还没死，太高了这图。
哦，打断，哎呦，老断了，可以可以，漂亮，干了阿晶一命。黑老师，米，我可以，我可以，上。加油啊！来，你们解说一下。哎呀，压力来到我。没事，你干掉他就行。好，现在压力来到什么游戏？这个是那个《守望先锋》哦。不是啊，这个是在那个谁被让人追乱了 ？Switch 上面的那个《任天堂明星大乱斗》啊，是一款格斗游戏。然后他们是击杀通过百分比来击杀，就是击飞的，并不是通过血量，是很火的一个游戏啊，在外国就在外国很火，中国没有。看一下上面屏幕在发什么。艾克，哦，他翔哥应该说小可乐被你 JVR 了，是吗？好吧，你看下面就说那个艾克好猛，然后上面翔哥，那是翔哥。哦，丢人了。新信息可以。嗯。要什么人生？这立马能不能死？立马。好，现在是那个阿伟年电动和 VK Fire。好，对。接下来就是喜闻乐见的短剑 VS 长剑了，好，就一条命啊！好，等一下啊，开始吧，开始吧。3, 2, 1, go！ 好，现在就看罗伊怎么接近，接近就完，就现在围巾怎么卡距离反而是个问题了，因为他很快啊，他的速度。我操！是快，而且只要一旦罗伊被人扔出去就完蛋了。连招现在是45，一个上 S。这个距离基本上是贝雷特的上位版了，可以说。很难控啊，非常难。是啊。哦，一个上 S 漂亮，摁住了，但是这边只要择对了就赢。加油！哦，一个上 S 却这个真的有点没有后续。哦，没有没有。横踢直接甜点打出场外。哦，漂亮！这个横气打到普通上板，直接抓住。对，他在赌那个萨菲罗斯普通上板，普通上板之后就覆盖住了。对，而且他还很轻。下踢摸，摸，现在开始摸就行了，摸到70，空靠，有点危险啊，70，哇！对了，但是没办法，拉回场，对方有那个什么，又拉了一遍，哦，但是没办法。但是现在翅膀出来就比较麻烦了，有偏移，但是这个版本比非常的危险啊。话是这么说，但是罗伊千万不能被扔出去，扔出去就麻烦了。不是很那个吧？是的，他回不来，那个上臂特别优秀，没挨过是吧？啊，对，你的那个是安全的，你的那个硬的那个是。哦，漂亮，绝对了，可以，快选选三三三。那边 Team New， 我们组12变成，我们捡了多少？我11，什么 QQ 啊 ？QQ 可还行？然后二的这个是减三，不是五减二应该是三，对对对，不会数数了，对方大家都上来了，我以为你让我减三呢，没有。好，现在这边是。总算有一个你们队的，你看啊，翔哥，哎呀，这个艾克太幸福了，翔哥妈妈无了啊。接电话就给你，这样子不来少年啊，好的。但是。年和 Babs 之间的对决啊，这边，年需要先跳到一条命，然后再开始。对，好，啊，可以，我们的战场来了。好的，现在站定好啊，然后 3, 2, 1 go。现在摸到对方一个空伤，一个连段空后，然后再抓。自行手边横臂回到场内，
说话。现在开始连招，上踢空上空前枪点一下，哎，这个在空弯追你一下。这回场都想摸到对方，都是连招，相当于空后空前没打到，上踢上踢转空后，好，现在99，这个手边能不能拿到，差一点转了上去了。现在红币，哦，杀掉了，杀掉了，太高了呀，89，现在东西很高，一套连死直接，能不能一套连死？能不能给他击杀掉啊？行，连死。然后开始枪，开始连，连上37，再来，没有后续了啊！看能不能摸到这边，上来，哦，再来，没有很重，啊，没踹到，踹到应该死了。问题不大，三个 S 的事儿。有一个横 S 被雀反抓前头，则一个手边。现在上臂回场不横臂了，哦呦，想抓一下没抓到。想抓的是翻滚上的。嗯，想踢。开始连空温，弄出去能回场，没踹到。这边没有得到啊，这边在场反内摸到吗？空后被顿住了，跳回场内。可以踹到，能不能遇到？还有。现在是开始回场，这边看能不能打到，难受死你，回不来，有点难受啊，这波被控。哦，空枪打到能不能回来了，看能不能。哎，抓到了，上一下。这100亿的怒气，其实击杀掉也是一个红踢就够了。把枪打到了，这个、那个长安能不能？能回来啊，然后这边，哇、哦，这个空盖住了，放个上吧。能不能晕到？哦，拿到了，快击杀掉。好的，这边是，恭喜马老师，马老师有事回家了，我们只有，对，马老师有事，马老师回家了，回家了吗？不知道，反正就在打完比赛就溜了。到快要死了，我说吧。他这给出一只象征药，他说能不能一套连死呢？哦，我说能不能击杀掉？他说能不能连死？我所以举出要军事嘛，我接我们波的，你接你们波的，怎么能这样？你要克，怎么是不是一套连死吧？那一套连死不现实，我说击杀现在不现实就很客观，你一套连死那个脑瘫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活，什么时候该 DI。被连上之后，我干嘛？我要干嘛？DI 线呀，我是吧？没事，问题不大，还有机会。是，大部分都在上，别大部分都在。你想掉吗？是。英都是这样，玉夫也是这种梗，也是这种梗，狗子打狗去过去。白布斯一条命一个人，正好三个人，三条命。OK， 是这样。OK， 我说行，我说行，我说棒，我也说行。我也说行，被这个三换一，跟那个跟角落妹一样，耶，跟角落妹一样，一条命换三条命，不是跟角落妹一样。我们几个真强。现在开始比赛，好，现在开始比赛，战场，中点化战场啊！现在写的是，现在没有板子，连招很难受，但是问题不大，连招就是牛。现在是首先摸对方一个下臂，然后看有没有后续，没有后续，摸到对方，这一波打出来，哎，这边这边，哦，躲到了，找准时机，翻滚了，下臂上，开始连上踢踢，空前没有中，再来，上踢空后是个连段，哦，吸的，吸了一下，问题不大，你不知道，脚还能给你踹死，好，现在。对，这 D drop 啊，他那个特殊技巧就是他的抓可以。哎呦，上方失误了这波。哦，横臂想弹，但是被拍了。想夺你的 PK 火。两边都有弹技能啊。哦，踹到了，没死，死不了，哎，打枪一个。死118哦，抓回场，锁链回场。哦，上面回场。想晕一下。太敏了。哦，踹到了，急了。野一三很容易击杀，看能不能后头也死掉了。好 ，OK， 过了一套连招，直接急死连，开始连空上，我没连到。你的命挺好。空了。注意自己的素质。确实。不要因为自己被击。下臂。
下 S， 然后下 T 空前连到了场外，能不能追？要追直接回场，回场没抓了两针。下 T 这是传到了，咱们哎呦，拉死抓不过 D， 非常的漂亮。嗯，红币直接穿过去了。开始。红 T 扔个火，看能不能。想摸，想摸。摸到了，想开始起连招，哎，起不到。皮火，哎，弹回来又被弹回来吸回来。自己给自己加血招是吗？这个贝尔一下被弹，然后他吸给我了。我拿我自己，我用这个冰，哦，没有中到，那个是进去的。目前抓到了啊，这个蓝会场能不能拦到？哦，空弯，我冰被蹲住了，但是乔布森又想想买的这个上踢，然后抓一下这冰啊，躲可以打到，然后横踢飞牌是没有缺乏，上踢打到了很上面 ，OK。但是空弯场外，然后在空弯再来空前就死了，能不能拦到、哦、这边回场非常的安全，回到了场内，然后142这边有167，其实咱们都很危险。哇、哦哦、一个香杀、哦、直接宰掉了、哦、好攻，你才剩一个人啊，哎这边是三嘛，这边是二 ，OK， 六打二，我觉得还是有点有。你上面三个人头，追你四个。五、哦、五、哦。这边是 Spike 打 Fives， Spike 用的还是狼。3, 2, 1, go！ 我想摸对方，看这个狼，就算是几张内战吧。没有内战吧，但是狼的攻击范围比那个鹰长一点，它有爪子，要保持中距离，然后鹰的话就是近距离连招，对，控制距离狼就、哦、想抓一下啊 S， 但是他直接横臂从上攻回来了，空温连的摸下踢摸板没有读到，好想空前刚起抓没有抓到，空后空后空后 DA 踢出场外，折一个手背，哎，横臂被红臂抓到了、哦、OK、哦、可以上板、这个、后板空前 DA 踹出场外回来上臂吗、啊、没有抓到、哦、DA 踹出场 再折一好、哦、直接攻之前拿到，哦这边落地能盾、哦、空温踹出去横踢，哎抓死不了吧，前头前头的威力不是很大，后头我巨死了，后头就死了，但前头威力不大，现在很难受，171可是怒气也很高、哦、斯没抓到，这个新版怒气一套也是不负责，对看哦，这波抓起来可以帅。83，哎，打枪打到了。哦，这个横逼回场被拦到了。可以，那你们俩帅，空恩，横替和帅，等到55。哦，横逼想独跳，结果不到。41，哎，狼的伤害真的高啊！53，抓一下，
什么雷厉回哦，好 S 读了一个，能回来吧，能回来，回的不来 了, 了，但是 哦救了一下比肖好伤臂，没办法，这个不回他也死了，确实现在差一点，116的怒气，103非常的危险，下击弹到了，哎，没打到。哦，上帝抓到了皇帝高空回响，好，恭喜 GG。 啊，Good job, dude. Well done. 再来一把。小可乐玩会儿吗？啊，这边怎么说？是你了。再来一把。一了，就那就一了。要打什么呢，小可乐？Oh no！ 妈老师不在，他已经走了。